心，有心啊，这点灵性是咱无形的本性，转入到安定，是无形这点灵感，拢是灵魂的天意啊。无形界只有讲心安静，伫咱出家的本性，转入到清净中的真意啊。天元拢是对性，咱爱是咱的本性，所以讲咱是对天落来，咱再来讲天元，是咱上苍这个原理。这是无形界的通信，我大人在世上的心意，拢是出自个人的心。咱以正法这个天意，予咱恢复到神的本性。今咱用音团，是代表着咱即马这个道，伊的法门用着咱人的声音来讲出着咱的接受，因为天不言，地不语，只有用咱人的音声来代表着咱即下所接受的自然这个发生，是咱清净中的本意，嘛是咱兑现落界心性。是灵魂的天界，是咱转到清净的心，咱原天的本性，转咱到个清心，是灵魂一点意，是咱无量落界心理，是上苍一点灵魂。来讲到顺界心，咱爱就初心，万人拢是心在做主的。今日就用心的正法，入伫咱即马脑心中，出定。出定就是咱即马讲这个出窍，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意。落来顺界心，或者讲叫做禅定。今咱爱是上苍的天理，对着心伊的念，一发啦，一念嘛，就是咱即卖咧讲的清净，就是佛。佛伊就是咱的心的精华，发射着咱即卖这个能量，转过着上苍。这种灵魂的本性，转入到咱人的脑筋，是咱要取原天的灵性，助咱在世间这个心的稳定、清净的天界。只有咱来讲清的心意，天灵顺界应本性。落来转开现世面，度咱一点去通正，灵源灵性归天理，度灵开源落清净，度咱一条正法界，恢复通天顺正明，灵魂的天意，处灵合理。灵源灵性归天界，恢复正源心在在，得到清净这点意，拍通落界顺心，天灵本意是天界，落定清净是自然，天元开了无性，安住在世心行。灵源灵性归天意，回到无量顺心理，转咱清界一点意，
落灵拍通归元天，灵魂闹叫无心，天灵助咱有情，是咱孙家的本心，是老母转落情，一点青天的灵感，只有来讲顺着无性，天元本意的灵源。无牛转咱心情，有咱一点灵法界，恢复正灵元神。这是顺着通灵的本性，爱咱见母啊，这条元神是咱清净的天意，是老母来讲元神。天灵有落降落来，转灵气中合心，是咱落家一点力，是咱转开现诸事，这是原体的灵性。爱咱来讲，着顺家本性，是灵魂的灵性。咱爱顺家。一条心，上苍的天理，灵源有落见，青天带有元神，母娘安住是天元，天来助咱正天性，灵魂有落现世尽，是咱清净一点理。是咱悟出先天意，咱来是修灵的天界，落地清净这条心意，天元开了众天命，落家则是顺天行，真灵真意是天界，显露清净是正神。灵魂若无牛性，转咱开甲青天灵，无形现世是天理，行出正法是道心。天开原来有注定，照咱清界这点心，灵魂有照无天，爱咱见无清界。天元开了众天性，爱咱归元无娘情，这是灵魂的灵气，转咱行的顺利，有咱一点正法界，显露无娘顺自在，是咱一条灵天使，导咱正法归元天。无形的灵性，只有来讲着通天本性，是咱行的上天性。落家在世上，天元落定现世明，这是咱心头在在明理中啊，咱会当照天保咱即马这个元神。灵魂一定要清净，咱才会当归元落家。敢像咱心放上低，低到尾啊，阴降到尾啊，上低换阳浮，是咱照着这点灵气，咱讲着顺家这条心神，是咱用着清这点理。增加咱的元顺这点意出家，这就是阴中的精。咱有这股气，甲介入，这就是咱要讲话，这个灵性掠定精中，咱的出窍，是咱顺着这点灵性，恢复着原来真灵，天元归落。现世情，
照咱通天本性，有咱原来上天理，转灵符合无心，这是咱原来介入一点点啊，伫震动，小可有看的，大圆的中一点小圆，这就是咱的开始。真理的本性，恢复清界的心，灵源是灵天心，度咱归零是无义，开源真理是通灵，真理是现世观，照咱心中无心，天源有咱一点意，清净恢复心田，灵魂有果满天来，道灵气正上天界，灵魂有正回天意，修灵保咱元天呢，真灵是天法界，落定是正心。天灵瞬间才是本意，清净来到无娘心，真愿真意是照天，无形转落是无意，天愿落来是灵天气，清净是咱的心，拢是主宰一点灵性。拢是通灵的清净，顺了元天本落来，照咱清家元心在。这是灵魂的大意，嘛是咱行的顺天理。有咱这尼啊清楚这点心，我再来讲顺着无娘心。有一点清净的天愿，母啊爱咱顺的清，灵魂伊的灵性是归咱现场当下的心，这种体会啊，咱才有这种清凉、爽快、舒服，大家人知嘛？这个无的情景，是咱的心化。咱照原来这种灵性，先天啊，无娘的造成，真灵是天法界，显露是正神，有咱无形的天意，落来清净落心，尽管天意定落心。转咱有无遮尔静，这是元天的灵气，行出来清天的心，有咱原来出天性，有咱母娘来恭敬，这是咱主要的灵气，金宝啊来讲行正的心理，是咱顺家这条灵性。是咱显明个人的心性，灵魂伊的法界，只有照着天的现在。我爱是顺，今仔日咱用着柔顺，啊，咱才会当讲清楚，咱个人这个脑神，是我要用着这个心，行入着无形。这个境界，咱才会当讲通灵。这个脑神啊，有这个母啊，伊的原型出定，拢是顺家。咱的灵性，拢是大虚空的清净。真灵本意是灵天来，大有清家现在，修咱本灵会天意。道灵开源正理，真源稳定是天灵在，回报啊正灵顺天意，
归咱一条灵天缘，是咱无形的清净，是咱行透先天神，灵魂闹正天界，开咱灵魂转自在，是咱一条正天理，是咱行清天意，灵魂本性是天命，带咱原来是现世心，有咱一点清天理，度着灵魂，咱一点意。大宝啊，即间开，咱有清净的心，向伫咱即卖头壳顶的灵驾啦，是咱出窍。今咱只有讲通灵，活伫咱即卖即个心嘛，会感应。这是映出先天的美，咱也是行出着正法的心，无形予咱的，咱会当采用。这才是真正咱真修好来啊，讲一扑扑的啦，光影影的啦，是咱一条灵魂的灵性，咱要有这么啊顺的天命，神伊是光的啊，伊是烧的啊，所以咱神的话，这个气有无？会敢咱的精神规拢压起来，但是这是规身躯啊，我即卖咧讲的是规身躯的力所咧，强调咱即卖真正规身躯。甲老母伊予我诶力，结伫即个头壳啊！所以讲，我爱用真正诶力，啊，即着真心啊，真心真力啊，表意啊！所以讲，真正诶神咧讲话，就是你即马丹田甲中开，有诶咧讲诶，咱即马咧讲下丹田，有诶讲做气海。中丹田有诶讲做心腹，上丹田讲做泥丸，即就是咱诶三丹。所以讲三丹爱照着九窍，七阳之阴相通，即力量，你才会当发射着咱即卖咧讲诶中阳中土，即就是中土人生诶所在。是咱主要天意啊，是咱顺家路心，无形的天界，则是咱一种元神菜啊。菜就是咱的好光，咱的菜根。今日咱赵母娘伊予咱的，是金光闪闪嘛，永远袂变袂花的，袂破去袂污的。是灵源，伊个灵性，是咱见无这条天啊！咱要将伊表明淋漓尽致，表到咱现主时阴阳伊个元灵顶悬，这就是咱讲的做太合啦，是咱用着这点灵气。要来讲着清净，咱的心，今咱只有讲天意啊，上冲这点灵气，是咱顺着这条灵性，个人行的啊，心安静，太和就是太平啊。所以讲，我要讲的是这点灵界恢复的完全，咱的心意啊。是咱讲到清净的天界，大自然点醒我这尊神啊，会牢记灵源天意的灵性，转咱清净的心定，灵魂脑正法界，应成无缘清净来，是咱儒家的灵气。
是咱这点清清的心理。天灵是阮天来，为咱清净所在，是咱一条灵天气，无能安住上天意。天官出定是天性，落来金庙是显明的，一点清净带落去，是咱一条正天心的。天哪，开咱一点意，大母落家见无心。天有转来一点意，恢复灵家落心理呀。今日讲的是用心接天地事，才叫做办事。是咱要讲到这个心的发射，咱的映射，天嘛，予咱搁映倒转来嘛。无应该咧办事就用心，真心的意。你所有平常时这个意识心，爱先变。你才会当讲到现主是无应该的需要，这就是咱的焦点重点。度人啊，一定要度到头。度到头是啥？爱让伊离开着咱现主是的轮回，是咱要讲到这点灵气。今咱行的是清净的法门，不是青楼难做伙啊，不是青楼你转不过来，楼结结，那派啊，楼就带音嘛，带音，咱所有的经是观音佛祖是用鳌鱼来代表啊，鱼鱼啊，伊是音体啊，所以讲观音佛祖若无甲大力，无甲注意有无，甲地表啊。这只鱼啊，冰心有无？规粒山伊都压叮当，安尼咱爱受害啊！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是咱转入着清净的脑神、灵魂的天性，转到原来清净，回咱观天喷意，看咱无有损失。应咱找出先天命，爱咱来行向顺天定。灵魂的本性，是咱恢复清灵。真理出家是天灵来，行回正天顺自在。无形的灵性，是咱来讲到清净。灵伊个本质，咱爱是通咱个脑神为重，是咱一点灵源个灵气，今日就向天，天就是公司啊，就是天书啊，咱所有咧讲个光盘现啊，光盘就是咱个心现光啊，无私利无私益啊。真法的灵气，行向清净，才是道性。这是咱转的天缘，拢有初步的，拢有现主时，咱来行这个初路，就拄啊行的路。但是这个路径，你要去训练，你要去接受，唔通讲啊，你做的都足足久的啊。啊，搁伫这个班书，你的脑神啊，爱提高咱本灵啊的素质啦。这才是咱讲通灵的脑神，离开着咱现主时这个脑海中央一点，咱叫做定心针，有诶讲做定海针。定海就是要脱离着咱即马这个苦海啊，定心就是你即马咧讲的境界。咱所有的分集，咱所有的集中，伫这支原来这个线路，你切会出来这支天条啊！
真理是天灵来，会咱做主信在，是咱有顺这点意，是咱无让传递。一点灵光，一点灵性，只有悟出现在生命。一点有顺的灵性，来到咱这个身躯内面，是咱这条清澈的天界，是咱灵接触现在。灵魂伊的灵性，是咱行的通灵闹清啊。在世间，咱只有接大自然即马予咱的信息呀，这是正确的呀。但是咱人会当以个性现留落来，即个好话，即个经论解，安尼咱会体悟现主时即种清的电波啊。这则是咱过一程一程的严考，考试毋是马马虎虎啊。不是你说的算了，是咱即马这个心弦，是咱无形界，咱即马讲地基神、金木水火土神，咱收集以后，咱即马这个灵会当提升，予咱会当出窍，就是咱即马讲福德正神，伊离开的罗汉，要来做到咱现主时的菩萨。度众生、教化众生，这就是灵的提升啦。是用安尼讲，咱才会当知影这个意思。无你唔知影这个灵，伊所有的层面、层次，是我要将着内意表达，这才是母牛伊的产生，伊的原品质。是咱恢复正法性，是咱见母顺天灵，这是咱转来清净的心。我爱是走向清净的心理，通透老母这条灵机啊，只有代表母娘的话，献伫咱当下会拍开。咱来讲话嘛，咱来唤醒嘛，咱来唤回嘛。母娘这个能量，伊所有这个原料，今咱爱是老母啊，伊的原料一盘主菜嘛。奉请当然有一盘主菜嘛，上重要的嘛。啊，这就是咱的教材啊。今咱爱是原的这点灵气嘛。主菜就是咱即马讲做东，你做主人，伊所有决定的，这就是咱的原产品。母娘爱咱这粒心，你会当亲像这盘光盘，在咱即马这个道顶上界仰目的，真理是天性，转咱瞬间是天命。咱即马世间上是切草啊，好、哦，这个价值性啊，一道愈侪钱愈价值。谈母娘伊一盘主菜，是咱的慧珠，是咱的本性，原来一点点啊，啊，咱就欠一点点啊。你说袂过来，你讲袂清，你伫遐大声细声哀，你伫遐穿什么衫，啊，伫遐举什么法器？迄就是咧演啦，外表咧演啦。你先天有这个格，带有你历代，咱现主持咧讲的这种官服。但是你爱变啦，你是现主持现当当，这世人啊，啊你咧讲过去世，不可算啦，不可得啦，三心不可得啦。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气，转过着上苍这条心，一条带，一个根，一个神。所以讲，是咱用安尼来讲，咱比较心较会明朗啦。
啊，你唔通讲新陈代谢拢无伫啊，你换有无？当然你心，你的身躯袂精彩啊。这就是咱的换肺啊，啊，咱才会轻松啊，造化咱的灵性，灵空啊，咱的本事。转过着为主，咱的灵性，咱过去孔子伊咧教学生，伊问伊学生来讲着这个子路武将，伊讲我咧讲的，安你听有无？伊讲老师你咧讲的，若讲一条我记一条，会晓安尼做。咱即卖来讲的，搁较来，就是咱讲的主讲。伊个老师讲，啊，我安尼讲，你听有无？老师，你讲我听有，但是我会当以你的理，甲伊阁生出来两个理、三个理，以一反三，我会听哦。伊就讲，啊，言回言主言言，啊，我安尼讲，你听有无？老师，你咧讲的，你讲一条，我会当反省十条。个人的资质无同啊，个人的体会无同啊，个人的环境时阵无同啊，因人因事因地，所以讲无另外的变化啊。有当时啊讲先天，这么悬的道理；有当时啊讲咱现主持中介，就是咱只嘛讲中土的才会神，虚空才会神。有当时啊讲。咱现主持地上，咱只系地基神、地煞的神灵，这才有符合着咱的因素啦。三十二天干，七十二煞，七十二煞神灵，是咱顺家一点滴，是咱带有落家一点心。今日拢是伫只咧滚啊，量嘛。是这种活人嘛，代表是清清楚楚嘛，也当适应咱现主持的大自然嘛。量爱顺风啊，爱照着咱即马这个雨啊，就是云啊，照着这个风云啊，啊，这就爱天的气，地庙也做法啦，天地配合啦。所以讲量越大。咱即马中国人在讲以量的传人，见头都无看尾，看尾都无见头，代表伊的千变万化心，是咱咧讲的灵源本性，是咱即马咧传的清净脑神也修好，是咱即马咧讲的听多对结多温度。咱最主要是这个量嘛，啊量就是你的这个度量，你这个度数爱有够啊。元灵一天意，转咱归空灵界啦，是咱顺着通灵的天，爱咱转会过来这条心，是咱一条清净的天地，是要来讲伫心中。这个原始的经济，今天爱嘛，是通灵这个本质啦。老母娘娘伊的心嘛，啊，这才是咱原来啊。咱这样来讲的有无？肝气啊，哦，东方就是咱这样用肝来代表青啊，就是插柱啊，插柱心啊，插柱就是打生出来无穿衫红鞋的时阵啊。插入就是咱即马讲气啊，咱咧穿过这个气管啊，啊，咱就咧收这条软管啊。从西方伊是白金，色个伊是白，五行伊是带金。金，咱咧讲个讲有，咱现主持的赤金，甲咱现主持的原金，乾兑嘛。这就是咱讲的天理。符合着咱即马这个阴阳两气的关联，
的作用。只有用东王木工、西王金庙，只有亚当夏娃，只有伏羲、女娲嘛。这是咱的始祖，造化咱人，造化万物，连招补天，让这个气会当圆满，莫让气会老。所以讲，女娲若无连招补天，这个气永远经袂掉啊。咱人若这个气会老有无？你就一直衰老落去啊，一直退化去啊，气经袂饱嘛。今日你做神的工课，你气甲经会饱，甲你会当用，甲你即马阁会当造化，甲你讲会通，这是丁丁，咱的体会呢，不是气饱了尔呢。你有看母鸡出来无？为气孔落来，哇！你会替嘶嘶叫，平平喘，伊要太讲话。咱即马咧代表母牛伊个清净个原体，所以讲你这个声喉，你现主是规身躯个扭起来，只有伫咱这个头壳顶，规身躯，咱个头壳顶，地地地天大地，年元落来啊，咱个两个脑。大脑、小脑的中一点，咱的天门甲咱的玉枕，就是后壁那头壳落、头壳甲、头壳后壁、头壳壳啊，中一点。咱咧讲的阴的两空是内底啦，看无咱就是阴的啊，看有就是阳的。即个头壳本来就够强啊，毋是咧讲咱即马大小便迄个阴空啊。是咱一条青天的灵气，既然拢知影这个九空，拢九窍，咱拢知。但是咱最主要要修这个头壳，咱的耳环，甲咱即下这个咽喉这条，因为这是规身躯，咱咧讲扭起，咱的三丹呐。既然所有接受的，咱咧困休困的，下到壳啊，听咧。有当时咱不舒服，咱用吸咧。今日的灵活哩，就是伫白白中这个玄门也出入，所以以后咱的灵，咱若准讲这个气，这个讲，要过往的时阵，咱的痰一直结一直结，结到咱的咽喉堵啊，咱只要两个咽喉啊，咽咽这个有无？咽喉这个甲你堵嘞有无？两个堵啊，若合作伙有无？咱就袂喘气啊！袂喘气，这条灵爱为这个脉脉才出去，才有做正门、偏门。啊，你若搁为原来这个耳环出去，才有做偏门。偏门你就无法度讲来个正神啦。因为咱囡仔耳环遮边有一个会叮当的心，这个心。那补甲甜，囡仔就会讲话啊！啊，那无哭尔尔，所以讲，这就是咱姊妹咧讲的连招补天，甲你这个皮来甲砍的。所以讲，咱是地天，是咱顺着一点灵气来甲着上苍这条心，用咱姊妹这个夜景的历数据。咱这个头只有讲九，咱的手只有讲二四，咱的中只有讲七五三，咱的下过就是代表地面上，咱所有的福气，地面就是福气呀，一六八，啊你甲排成拢是十五，从咱人这个月亮走七一十五，吊伫咱的天顶。从天顶的三宫，就是日月星，甲这个时尊的呢，时神，是咱要来讲到一条灵气，来回到咱的心内这条本性，这是咱传入清净的天意，带有咱母娘伊这条性，性是天伊生成的。大自然伊所用出来啊，
今仔咱要靠这块牌，是心现开啊！你心若阁有现主时的意识有无？互你这个心知影有无？啊，你就是主动作来啊！这就是咱无形界，伊要摕到这块牌，大自然的本领啊！咱拢是爱这块牌嘛，凡世间嘛是爱牌嘛。哦，不管是你带什么职啦，就是讲代表什么职务啦，是咱以这点灵气，爱咱行通灵顺心嘛。显露是灵法界，转眼清净是道性，有咱传来上天灵。真理本意是天性，五来一点是天命，爱咱有一条灵源的灵气。今咱人拢是平等嘛，修行嘛同款嘛，待咱现主时的演化这个角色嘛相同嘛，只是咧当演的当中，需要的当中，咱才有区分嘛。咱如果退咖，大家都讲啊，是称呼嘛。我称呼别人老师，啊，咱称呼道长，啊，你称呼师姐啊，你称呼咱现主是善男信女，咱的善知识，拢是共款的就好嘛。所以讲，咱有这条聆听的灵气，带有咱顺解心。是咱行回灵源的灵性，来教咱这个心，教咱这个心，是踏脚这个脑中心，你会当出窍，脑中心你会当顺着咱这条灵源，甲咱的咽喉十二层的咽喉，你才有这个气吐出着你的脑底啊，来甲着你心啊，这个踏脚中。以咱这个神为主，你才会当对着天门这个玄关出窍。咱接用啊，啊你就会当用，啊嘛是自然当中你就会当照安尼来用，你唔免阁去克制，啊嘛免去甲背。灵就是咱的先天呐、啊，就是咱的本性质啊，这种自然的产品呐、啊。原生地人叫做母啊，是咱来讲原原原本来本本本的性体，离袂开着这个一体嘛，离袂开着咱现主时咱人咧讲的过往这个大体嘛，是咱一条灵发性，是咱转来现世境。真理的灵气，是咱行出界这条神。神，你要代表神做基，你要代表神传话做事。你无这个力，你无这个伊的光，光就是水话啊。我唔知点样做头人，你要发文，你要讲话，要有神这种条件。唔是粗鲁人嘛？今仔日你若讲无羞耻，就来讲啊！你选到会主委，还是讲江的主委，你都无读册，无羞耻，啊！这咱就无法度去讲。今仔是羞耻中，受大家认定选出来，啊！你讲马马虎虎，对你家己嘛对不起啦，对恁老爸老母，对恁的祖先。对你即马所有咧牵加的，有形无形，规关规关的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救人要救大地。我的真理，就是要大家直接来敢那亲像研究参考，唔是我讲的就对哦。老母啊，伊所讲的，伊嘛唔是讲伊对哦，只是大部分我定咧讲凡事。绝对无百分之百，金仔都无百分之百啊！99.9%啊，
咱办事上无嘛要8:00-9:00啊，这是抗战啦，这是自我要求的啦。人你若无安尼定啊，你容易突出啦，容易抓袂定你的心思啦。别人若尊敬你，别人若真正安尼讲你真好的时阵，你爱想讲我甲物件做甲安怎搞？人若尊重你，你就爱惊啦。甲你嫌，你更加爱惊。是咱袂当惊，所以讲今仔日咱讲的羞耻，爱更加谨慎再谨慎。咱有一个头人讲，谦卑再谦卑。是咱夜经啊，64卦上介好的一支卦，地山谦。所以讲，是咱这个山真悬呐，地是平的嘛，啊山这么悬有无？你搁甲伊救起来，伫这个地下骹嘛，所以咱才有三拜救求手，三是羊的开始，救是羊的上悬的，用解咱人主席的心力，这个身躯，唔是只讲了了，是求手哦。哦，咱讲扣，这个就是讲客手，就是规身躯拢落啊，卡掉咧，亲像咱去个西藏，规身躯落头拱一下，迄种五体投地。今仔咱是跪落，用头壳拱涂骹，表示我这个心，咱这心是伫头壳内底嘛，拱涂骹嘛。我足谦虚咧，我屈甲上低，我愿意低身下气，这个性地就是安尼。心就是好啊，好就是咱即马即个暴性小气啊。如果你若行到安尼，你知影讲咱人所说的敬天服地，仰天服地就对了。这就是咱即马咧讲的行良服好。无你永远敢若读起来囡仔好，是咱一点灵元的灵气。当然，咱只来讲，良就是正啊，好就是血啊，血水啊，这拢讲水啦、啊，天然生水嘛，地力生之嘛，天地就是生水啊，无这个甘露水，那我都惯用咱现主时这个气，和地表来配合呢。所以讲，地表伊是用着咱只来讲。六盏明灯，是咱要来讲到东西南北顶下啦。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意，落架顺咱的无形心，是咱天元的灵气。咱来讲到顺架的心，咱来咧祭天台，要拜地庙，就用五盏清香。代表咱的五方，用着咱的黄纸，用着咱现主持的白纸，黄就是代表咱中黄地庙，要献出着咱即马，这个真正五方会当归中。白就是咱的反白，我只有用虔诚的心，无杂心。这就是咱即马讲的做白钱白纸，是咱一条灵天的灵气。咱来甲顺甲这条心，用着咱的清地，因为咱只有亲像这个清地这么清，无其他的复杂啊，无其他甲咱直接相相应啊，直接滚啊。清地就是咱即马讲的会当洗心。会当洗心，会当照着这个清洁。咱伫泡茶遐有一个清净，清净无为。今日讲清净的心，清净嘛是咱的地，地表这个是清气的。像咱过去咧讲的福德正神，伊所有这个土，咱爱是去观山上观上观。
这个土摕落来做福德神、福德正神的身躯。如果迄阵捏土做，用土做红啊，亲像咱人，嘛是用无人打过的这种清气土。咱有当时咧工作解济，咱有五方的时阵，咱一定讲，你一定爱去到上悬，迄个山顶，迄大樟树啊，你爱甲掘一个坑伫遐，安尼你这个脑到遐，你这个生命脑到遐，较紧发，无数啦。这就是讲爱有德行，你要修到遐，新鲜活佛，你才会当用酒甲你吹。是咱用着这条正法的灵气，你有到这个福报，你就会当去触到。是咱原来本道性，是咱虚空这条心，现咱定法道路性，开元清家安静，无形显露是灵气，转咱上苍是心，显露原来正天命。派咱元灵出天意，清净落来正法界，落灵转开升天，无形注定五德主，修灵合宝转天意呀、啊！灵源开光顺路明，转咱一条正天心，灵魂老照天意，五开升天真理。好哎呦！哎呀呀哦哎耶嘞咯哎耶嘞嘿哎那那哦哎耶嘞嘿嘞嘞嘞嘞哦耶嘞嘞哦。哎呀啦哦，哎呀啦哦，咿耶嘞咿嘞哦，咿耶嘞哦，咿耶嘞，哎呀啦哦哦哦，耶耶啊啊，咿耶咿嘞哦耶嘞，哎呀啦哦，哎呀啦，哎呀哦，耶哦耶哦耶哦耶嘞咿嘞，哎呀啦哦，哎耶嘞咿嘞哦，哎耶嘞咿嘞哦，哎耶嘞咿嘞哦哦耶。哎呀啦哦哎耶嘞嘞啊哦哎耶嘞嘞哦啊哈哦啊哦哎耶嘞咯哦哎耶嘞哎呀啦哦啊哎呀哦哎耶嘞嘿嘞哦哎耶嘞，哎呀哦哎耶嘞嘞哦哎耶嘞啊哦耶，哎呀哦耶啊啊耶，哦哦啊啊耶耶嘞哦哎呀，哎呀哦耶啊啊哦，哦耶哎呀哎耶嘞嘞哦哎耶嘞哦。哦哎耶嘞嘞哦哎耶嘞嘞哦哦耶嘞哦耶嘞嘞哦哎那拉哦哎耶嘞哆哎那哦哎耶嘞嘞哦哎耶嘞哦耶哦耶哦耶哎那哦啊哎那啊啊哦啊耶哦耶哦耶哎那哦。Oh
哎呀啦喔哎呀嘞嘞嘞哦哎呀哎呀嘞嘞哦哎呀嘞嘞哎呀嘞哦嘞嘞哦哎呀嘞嘞哦哎呀嘞哦哎呀喔哎呀嘞嘞哦哎呀嘞哦哎呀哎呀喔哎呀嘞哦哎呀啊哎呀哦哎呀哎呀嘞哦啊啊哦耶哦哦啊啊啊哎呀嘞嘿嘞嘞哦啊嘿哎呀哦哎呀嘞嘞啊哦哎呀嘞嘞啊哦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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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哦哎呀啦啵哎哎呀啦啵哎呀嘞嘞哦哎呀嘞。哎呀哦耶，哦耶哦耶，哦耶哦耶，哎呀耶，哎呀啦哦啊耶嘞嘞，哦耶嘞哦，哎呀啦哦啊哦耶嘞嘞哦，哎呀哦啊耶嘞嘞哦，哎耶嘞哦耶嘞，哦耶嘞嘞。